开饭，今天是炒鸡杂。还有我们家麻辣霉豆腐，手工霉豆腐优惠四米，30号一天。
姐妹们开饭，今天早上我们吃霉豆腐配粥，这是我们农家风味手工霉豆腐，今天是活动优惠4米，平时是22.9元，今天下单是优惠4米，到手2瓶啊，只有今天一天30号，喜欢的农家风味的姐妹们可以去看一看，我到家收的货直接放冰箱保鲜室。麻麻辣辣，超级下饭。它这个霉豆腐是没有任何添加剂、防腐剂，都是农家纯手工制作的。这个配粥一绝，算了，夏天的话吃糖的我就不推荐了，姐妹们只试试那个瓶装的就可以了。